嘿，大家好，我还行。好，嘿，大家好，我很好。好了，那么这一场啊，带是什么？带是沃马尔。沃马尔呢，走什么？走辅助位，知道吧？啊，不是辅助位，走打野啊。今天直接给他打野打下去。我们带的是制裁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奥魔纹的部分呢、啊。我们一样走的是一个恶魔沃马尔，好不好？那另一个附魔纹呢，我们带的是河道，增加跑速。那再另一个就是回血。增加啊，沃马尔的大招呢，就是出了名的。现在呢，回血回得很恐怖啊，每转这个每平均啊，哦，平均每次伤害都可以有2%自身最高血量的恢复。那我们这一次的哥德尔呢，他带的也是制裁，这边他就直接过去干人家的红 buff。那因为他带制裁，所以基本上可以制掉。那马上呢，你就必须来到自己家的红 buff， 知道吧？来享用这美味可口、顶级的啊，顶级的红 buff。好，那么呢，装备部分可以看一下。其实我们只带了一件攻击装，主要是破阵，因为沃马尔他的技能伤害啊，啊，还有这个普攻啊，都可以造成额外的魔法伤害。那这个随着等提升而提升。这边的话，我们先不管其他野怪了。你，这反正被塔打了3下，是不是啊？啊，这个有看过沃马尔辅助？那有看过沃马尔打野的吗？啊？啊，除了我的频道可以看沃马尔打野，你还在哪边看到沃马尔打野？来，我们直接再一下一技能过来挑飞熊猫上吧，这个一个交接的动作，哦，熊猫顺利的收掉对方的这个萨尼。那在前期呢，是一个2-2的一个开局啊。但我跟你讲，沃马尔打野这个套路在前期我觉得很凶，因为沃马尔前期伤害真的算是蛮不错高的，因为他体质本身偏软嘛，所以干脆怎么样，啊，把自己当刺客，哦，刺客来打 ，OK 吧？没问题吧？哦。好啦，那这个戴尔武器是这个全三雄区啊最会用沃马尔打野的男人啊。那你可以在片头会看到我们跟悟空啊打的是怎么样，已经不是不分上下啦啊，是怎么样直接轰死他，毫无损血直接轰死啊。这边大招不客气，转起来血量回起来刚好没补血啊，没有血找人补个血。这时候很危险，我跟你讲很危险，这个中路再不走齁，对方的悟空等一下就过来给他撼戏啊，我感觉真的很可怕。你看悟空出现在小地图上啊，他们跟照，哎呀，还好，对方我们的法师也看到了啊，希望他不要冲出去被悟空杀死啊，这样就好了。那沃马尔呢？之前呢，走凯撒路最令人忌讳的是什么？最让人头痛啊，一个想到就一个头，三个大的，就是他的魔量嘛，魔量一下就没有。那么看一下中路的表现，直接，哎呀，吃到了红 buff。那这时候对方的貂蝉来了，我要过来帮忙一下，再冲过来一个二技能。挡在一个悟空敲我，没关系，我们大招瞬间转起来。那记得的沃马尔这个大招啊，他是哎，悟空往那边走，这个哥德的技能太不准了吧？那对方的叶娜冲过来了，那哥德刚好直接被貂蝉冰起来。我们这边呢不要跟叶娜打，因为他有这个等一下，商量一下，哇 ，QQ， 好，没关系啊、哦。那我要讲一下这个沃马尔呢，大招转起来的时候是不会被中断，但是、啊、如果你被定的话，还是会被定哦。是会被限制移动的，那一技能也可以用。好，那这个沃马尔的大招是这样使用的啦。那么沃马尔打野呢，吃野术很慢，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啊，我都吃了这个大 buff 之后，然后马上就去做 gank。你可能呢可以在前期呢靠着杀人累积一点经济，但是你的兵呢基本上很难吃得完，你的这个野怪很难吃得完。这时候悟空我看到他过来了，我看到他悄悄偷偷的在吃魔龙，那这一波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个。干一点大事情，干大事，我要干大的嘛！来，看到悟空想超残，我们这边熊猫过去，汉姆系这边再一个一剑挑飞，二剑的给他锤下去。那我们不用怕，不用缴大招，大招我要留着，想要抓凡恩啊。那这边又看到这个蓝 buff 重生，可是这时候呢，你发现对方悟空其实已经复活了，那他大力应该就是这个周而复始，所以我们就不要去拿蓝 buff 了，危险危险。就是凡恩的位置非常近了、啊，非常近，我们只能请他吃大棒棒、大棒锤。身为一个专业的健身教练，随时带着这个雅莲在身上是合情合理嘛？我们这凡恩哎呀还想抵抗，好就乖乖给他死去吧。好了，那么这个射手呢，被打得很残很残。好，我们这边就往中路靠啊，把中路兵线骑掉。这边小心貂蝉的冰冻。好，我还是没算好，差了这么一点。不过没关系，我们大刀先转起来。我先把这个兵线给洗掉，洗完之后啊，差不多要回家洗洗睡了。这时候哥德尔呢在那边啊，一次定3只啊，定好定满了、啊。那我们就在这里看戏就好，因为你不可能过去帮忙啊，你帮忙直接再送一波人头，知道吧？好，千万不要过去啊。
好啦，那我们就这个直接回家啦，反正呢现在就是一个看起来就是一个三重区最会看着队友死掉的男人，大概就是这样啊。那问马的要打野的话呢，我们还要再注意一点，一点就是怎么样，你呢必须啊，必须怎么样，必须杀死人啊，不是啊，开玩笑，是废话。来，我们看一下这一波精彩画面。来，悟空呢这边八等，我七等，他八啊，我七，我七啊，他八。那我们就假预判一下他的位置。这时候我在想他去哪，结果他居然在我身边，真的是傻眼哎、欸！这个他是以为会跑出去草丛是吗？这个、跟我有一样的默契啊、哦。我们这边是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同伴的帮助，就是毫发无伤的七等打八等的悟空，直接给他撼戏。好了，那下路这时候你有点小 problem， 那我们就必须过来。先抓后面的反而过来，一进来挑飞之后，二进来给他喊咯，滴答滴滴，哦，漂亮！请问一下，这熊猫怎么会这样呢？啊，熊猫呢，它是打一个辅助位，这个熊猫打辅助不是不行，机动性很高，但是有熊有这个这种辅助的打法。哦，那我们这边遇到很麻烦的萨尼，我就不想再前进了，那我们就先拉掉，没关系。那这个射手呢，现在暂时处于安全状态，因为对方反正并没有回来嘛。但是悟空这时候悄悄的已经来到了，那刚好被我们的灵魂猎鹰给看到了。啊，我们不理下路，还是不理下路，就是还是要把经济浓一下。这时候中路好像又想打架，那我们就直接过来帮忙。这边看到悟空马上拉掉，吓了一个大金从头到尾失手，我都吓死宝宝了。好，那对方的一些幼草呢，应该是集结着一堆人，一坨人，一坨一坨的人啊。那我们就很想去吃蓝啊，但这边看一下哥德尔定的状况怎么样。我觉得哥德尔被抓住，瞬间秒不掉之后，我们貂蝉，哦哟，他很漂亮的一个闪现闪到家里，这一波好可惜，刚好被萨尼的乞丐大剑直接挥死。不然的话，刚刚那个情况下，也许还有机会逃走。好了，那我们就把红 buff 跟蓝 buff， 主要这两个大 buff 给他吃一只就好。吃完之后，我们就去做一波 gank。因为呢，其实沃玛到后期啊，他清兵的速度也吃野怪速也没很快、啊，基本上是蛮浪费时间的、啊。那到了这个中后期，你又会变成一个辅助状态，所以呢，通常前期我们就打凶啊，能打出优势就打出优势，因为到了中后期，你就必须乖乖认命了，回去当你的这个好好辅助啊。好了，那这时候下路熊猫遇到麻烦了，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一直遇到一个奇怪的事情，就是我们杀西边的人也死，然后但是我们可以杀到对手，我们杀东边呢，东边人也死，但我们可以杀到对手，但重点是怎么样？我去东边的时候西边就死，西边的时候东边就死。但这个一直发现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是觉得个人这个以我这个打野位算是打得蛮顺，但是呢就拉不起来，你看大家就是都拉不起来，扶不起的阿斗的这个感觉。好，那我们就来把兵线给清清嘛，那线上的兵线呢钱 money 比较多啦、哦、比较多。这时候悟空又冲出来，来我们大招给他转起来，还不跑啊，你这个射手哇。好，我们来帮这个射手报仇。这边寒冰之子喊一下之后，一技能普攻接一下之后，他想穿墙，我也知道你要穿墙，再一个一技，直接火甲，这个大 F 烧死悟空啊！你看到这悟空啊，弯弯全全的啊，完全不敢跟我来打个交道，哦，连回头请喝个茶都不肯。好了，那这时候呢，我们杀掉对方一只，但是我们队友两只又嗝屁了，就只能一直单抓，但是。对，就只能一直单抓，你很难了。而这时候熊猫冲到后面，可以吗？反正差一点了，哇，不行嘛，我们这边直接一个过来，大招先转起来。我们大招虽然没有霸体，但是熊猫这太冲了吧，哇，这个熊猫如果我可以杀，反正还算可以，但这种是他还杀不掉。好吧，那么下一件状况出保守一点，我们出冰袍，啊，冰袍出来的话，整个坦度会再提升了，伤害虽然说。不会比全能高了，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呢，好像要提早进入坦行模式了。不然通常玩乌玛打野，前期这么打很凶，这个后面都还可以出到这个那个全能武器。那所以呢，你看我有没有出全能武器？出全能武器还是冰袍，我就会知道我现在的状况是什么。那这边的话，哥德尔大招开得不错，那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把大招都灌在同一个敌人身上。但这边的话呢，悟空呢到中路清兵线了，我们到后期啊，其实还是会很容易被悟空敲死，所以拉锯战呢对我的这个是很难啊，很难打，拉锯战是最不好的一个打法。好，这时候呢下路有两只出现，但我个人认为悟空应该也在下路，可能会有三只，所以你这时候去的时候呢就非常危险，你可能直接被三只包夹也不是不可能。那这时候悟空就抓到我们的射手了。好了，那悟空越到后期呢是越痛啊。那像我们哥德尔也是越到后期，但是他这边又死了。
好，懂这种感觉吧？我们现在就是很想做一点事，很想集结大家做一点事。但是呢，你走到哪里呢？另一边就死掉；你走去另一边呢，另一边就死掉，而且一起呈现这个状态。那这个兵线呢，怎么守？你告诉我怎么守嘛？来嘛，你就告诉我这怎么守嘛？我怎么可能守得住，对不对？像这种状态啊，你千万不要去守，你只能退啊，退到底啊，退到温泉啊，因为这个塔是一定会掉的。如果你再死的话，对方就很好拆塔。好 ，OK。这一场人生就这么无常啊！你看前面打得蛮顺的，对，最后呢还是输了。反正呢，有人在底下留言说想要看输的影片，那么就给你瞧瞧啊，输是怎么输的。好，那你呢？最后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问吧，到底能不能打野？在底下留言，下午。